林欣然，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，守护着你，陪伴着你，永远不会让你一个人。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嗯，不许到了吗？小心台阶。嗯，还有一节。不许偷看啊！走。一、二、三。怎么样？好看吧？还行吧，这房子简直就是我的理想款。你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。了不起，看来是选对了。选对了？你要买房啊？不是我，是我们。我们怎么买得起这么大的房子啊？你不是一直说想拥有自己的家吗？这里就是，以后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还是你的，只要你嫁给我，我来付全款。是要嫁给你啊？想得美。想到了一个，这边这个墙可以摆一个超大的投影仪，那看电影多爽啊！这么抬头看，哎，说到看电影，我想到一个，这个落地窗户的窗帘要弄一个，一拉下来不会透一点光那种，好不好？那么黑我们要干什么呢？哎，这个角好，到时候我们摆一个鱼缸在这儿，好不好？然后放在这儿，大的新的家，我们换新家也给他们换个家。就放我这个运动脚踏车，好不好？平时你会骑吗？我会，我在家都骑。然后中间的这个位置，放一个大沙发。这个沙发是不是要放在这儿？这个角度比较好。怎么样，美吗？超美的，以后我每天起床都能呼吸新鲜的空气，看这些美景。你看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放一个吊床，以后你可以躺在吊床上读着书。知道这个木马是干什么用的吗？你说呢？给我们孩子用的。我们还可以养一只大狗，一个大古墓。你认真的吗？你连自己都养不活呢。你能养活我就好了。